了不起，假的好心情。我是谢仲，我是凯乐，欢迎收看特地综艺节目《真的了不起》。凯乐主持到现在，对，有什么收获吗？有，就是我越来越不相信人了。你为什么要指水瓶那个地方？巧合，巧合，巧合吗？好多讲的好像他亲身经历就都是假的。嗯哼，然后有很多呢，你怎么看那个外貌都不觉得他像这件事的人，但他真的就是。没错。OK， 这就是这个社会，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让观众朋友知道很多你不知道的新鲜人、新鲜事。是。还有，到底怎么去判断谁是真的，谁是假的？人不可貌相。对，海水不可斗量。还有吗？好，没有了。来，今天现场呢邀请到几组朋友来，一样，待会呢所有的现场的奇人异事。靠大家的智慧来猜，好不好？不过一开始要先看的就是谁能够先抢得前面两分的先机。来，抢分，前哨战。好，第一组下来挑战的就是莹莹还有小杨哥。两位平常熟吗？完全没有联络过。是的。知道吧？对。哦，所以是刚才在路上尬周的，就对了。对对对对。可是刚刚在我们这个录之前呢，其实我们有试过两次，效果还蛮好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对对对。哦。所以一题大概就花四分钟左右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四秒钟。四秒钟。厉害。好。所以凯乐十二秒，待会就请他们两位请回，好不好？三题吧，对不对？加油！十二秒以内解决这个回合，计时开始。两个字提示：轩轩。轩轩，啊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小杨哥，是，随便猜三个字，没有这个答案，什么？伊乃妹，修理，修理，修理轩轩，是修理轩轩，水电工 ，yes， 好嘞，来，韩国，整形街，陪睡，艺人，什么？金秀贤，陪睡。啊，沈玉琳，不是，潜规则，来下一个，医疗，三个字，医疗，什么，玻尿酸，检查，很难，三个字，三个字，高通心电图，心电图，飞机。飞机，三个字，驾驶员，那背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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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降落伞，对，这个规则应该要答对的，因为那个只有你会。对，刚才沈玉琳其实也算对啊，对对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号称十二秒要解决这一回合的小杨哥跟莹，时间是2分28秒。怎么可能？可是我放眼望去，那四个人，我觉得我们还是今天的冠军。我觉得吗？OK， 那我们就来看看，等一下时间三分起算好了。来来，请问先生，谢谢。来，冠莹、高林，也是没有把握。哎，乔哥好。来。谢谢。啊，我没有。啊，对，好。他名称就叫好吗？就叫好吗？就叫好吗？新一批的，是自己创作。OK， 自己创作。对对对。哇，现在真的年轻人多才多艺，好有才华哦。好，那等一下麻烦你跟冠莹之间把握时间，然后把握时间越精简。我们待会呢，到节目后段的时候，让你打歌的时间就越长，哇，好不好？太好了，全部都靠你了。来加油，两个字提示，三个字回答，越快越好，一来一往，好不好？好，来计时开始。两个字提示，公牛。什么公牛？是公牛。公牛是不是？对，三个字。公牛，芝加哥。芝加哥。耶，对。马航。马航，对，三个字的答案。马航，对，它是一个社会新闻，然后然后呢？三个字，黑盒子，对，好，来快，小鸟，小鸟啊，三个字小鸟，这怎么？那个大鸟笼，大鸟讲话，小鸟跟小鸟讲话，什么鹦鹉吗？小鸟讲大鹦鹉，快点，怎么讲？大鹦鹉，倒霉。小鸟讲话，倒霉，三个字。乌鸦是不是？然后三个字。乌鸦腿。对。下一题。乐三姐，还要玩吗？还有多久？你看。哎，还有多久时间？1分59秒。好，赢了第一组了。对不起，我们的标准现在已经越来越低。小鸟都你们了，你们弄一个两分多，每一个都。谢谢杨哥，谢谢杨哥。小哥，你放心，还有一个垫背的。谢谢，小高，小花，
黑色。搞不好我们真的是出乎大家的意外。这个单元都是傻人有傻福，真的吗？对。来，计时开始。两个字提示动物。犀牛。要三个字。犀牛。什么？犀牛。实验。动物实验。会想到什么？食物链。白老鼠。对。对不？童话，童话三个字，随便。睡美人，玻璃，灰姑娘。对了。哇塞！发带，发带，指他，发带，指他，发缺盖发箍，金箍棒，等等，就是，哎，啾啾，啾啾，啾啾叫什么？叫做啾啾叫，啾叫做啾啾叫蝴蝶结。我们很久吗？真的，来时间，2分48秒。好厉害！我们取的第一名竟然时间也跟两分钟只差了一秒。我们要恭喜第二组，来高礼还有冠莹1分50秒获得我们的2分，恭喜两位。但要看的是后面大受好家谁才能真的赢到冠军？来。好，不过在这一开始，我跟凯乐也要代表节目制作单位跟所有的观众朋友抱歉，好吧？就以后我们会慎选来宾。对，我们不要在第一个阶段就已经花了7、8分钟。对，好，那接下来就要看第二阶段才是最重要的抢分阶段，没错吧？如果要是5题你们全部都答对，都压3分的话，就是15分了。哇 ，OK， 高分，好不好？好，来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大说谎家这个单元，凯乐带来的第一位当事人是谁？来，等等，第一位。你们可以猜猜看，他是什么样厉害的奇人异士？穿着打扮、对气质各方面，你觉得他是为什么可以站的吗？是不是？两个，一，穿着打扮哈，这个以做节目的角度来讲的话，他不是正宫就是小三，这两个差别蛮大。对，可是因为通常这两个人都无法以真面目示人。OK。觉得他应该是专门去破坏人家家庭，就比如说，他要去抓那个就是正宫，抓猴的时候，抓猴的时候，然后人家派去的。哦，有可能哦。他是真信社，可是就算是真信社员工也很平常啊。而且真信社员工把自己搞得像小三，他就是破案率百分百。破案率百分百的真信社员工。OK， 来凯乐，他到底是为什么可以在这？欢迎第一位，他是帮你成功离婚的职业小三。哇哦，你跟他很熟啊？不是啦，不是，这个这样的人我们可能看多了。真的有这个职业？还有新手跟你的职业。OK， 会帮人家成功离婚的职业小三，所以这是你的职业。对，你的主业看起来这个小三是你的主业，但是你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副业是二手车销售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有时候有一些委托人的对象，那个目标是有一些是老板，那可能我能。骗多少就骗多少，那可能有时候不止包包，那可能会送车。嗯，那所以有时候可以接多了就会就太多车，对，然后自己卖二手车，然后就把车拿去卖掉，很多车。没有什么叫好好，冷静，所以你这个行业应该要居无定所咯，所以你身上你应该没有什么固定的住的地方，你应该行李随时可以打包走人。对，所以我常常的两个就是那个行李箱就是拖走，然后租房子的时候就会其实全套家具都是齐的，那因为有时候谈恋爱啊，就是你一定会带对方到家里来嘛，那可能你会怕就是后续有什么不太好的事情发生，那种就会搬家，对，搬家跑路。什么样的人会委托你？对，然后你最高龄的一次，那个你说拿那个小费是多少？对，就你说意思，我小费就是我自己会去哄那个老板说。你哄过最多的是什么？法拉利车。什么？法拉利车。因为那个老板还蛮知名的，对，他老婆啊，就是老婆，对他老婆委托我们公司，最高是法拉利车。来，他全身散发出那种九尾狐的气息，九尾狐，所以确实是这个职业小三的料。在面相学来讲哦，如果他那种是属于招风耳哦，对，哦哦，对，那招风耳呢，确实在这个婚姻的上面那个破坏性就很强。乱讲，我也是招风耳，所以你对婚姻的伤害性也很强。哎，究竟这个招风耳是不是真的是小三的象征？而这位职业小三又是不是真的是当事人嘞？
西瓜与羽毛球的神奇结合，剑海摄影师性命难保。那请问一下，你在练习的过程有没有没打到东西，然后打到对面？有吗？因为很多学生刚毕业嘛，其实我们摄影师也需要一些心机。哦，超